看，迷你世界中的火箭，它正在高速向前飞行，并且此时它居然缺油了，随后一个坠落到地上，它就爆炸了。但是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其实迷你世界中的火箭，它可以在空中加油。你们难道不好奇该如何加油吗？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驾驶过火箭，那么请为自己的勇敢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迷你世界中的火箭，它飞行的时候是非常帅气的，但是缺油的时候也是非常狼狈的，并且不仅会缺油，而且我们人类还会随着它的缺油嗝屁，十分的危险。并且我和学姐还发现，在迷你世界中还有一种非常厉害的火箭，这个火箭是蓝色的，但是它只可以被一个人所驾驶，而这个人就是逐梦，他穿着蓝色的宇航服，非常的可爱，也非常的稀有。哎呦我去，关注发第一个表情包带走，喜欢逐梦的小伙伴赶紧关注发第一个表情包呀。素晴らしい。那么橙色的火箭究竟该如何实现空中加油？我和学姐发现，从米拉星到蒙眼星以后，此时我们人类跳下火箭，火箭还在正常向外喷射燃料，此时我们拿出自己的航天燃料加上五桶燃料，完美，此时的火箭已经完成了空中加油，而且它没有坠落，你们知道了吗？